好，没关系，究竟谁是猪队友，今天有带 VCR 来见证，好不好？一切凡事讲究证据，今天有这个爸爸在家带小孩，究竟有发生什么事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怎么这样子啊？好，有没有人家？我很开心，你们看看你吸灰尘，怎么这样？爽吗？好，现在目前好像感觉没看完，对不对？因为状况来了。是的，想请问爸爸吸尘时儿子踹爸爸的行为，这时候爸爸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爸爸应该会很开心。哎，我想先问一下，如果这个换作是你，他小孩踹你们，你们会怎样？会先制止啊，因为打人的动作是不对的，对不对？我猜爸爸会回踹回去。我猜爸爸会吸爆儿子，猜爸爸很开心，撸他脸，一直撸他脸。爸爸会觉得小孩很好像很开心啊，开始从头啊、从脚啊、从屁股啊、从哪里都在吸。到底是你是本来在打扫是不是？对啊对啊，就打扫啊，边打扫边跟小孩玩，不是很好吗？但这个情况在家常发生吗？哦，常发生啊，常发生。对，因为我常吸地啊。对，是吸小孩，常吸小孩。好的，我们继续要来看，究竟这一脚踹下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。哦，你看到大头了，就出事了。你不能锁门吗？好，我把秀秀来。你看，又出事了，每次都玩到哭，是不是？好无奈，是不是？你都玩到哭，好可怜。来，秀秀，那还要玩吗？还要玩。他是撞到头啊？对啊，撞到头啊。好了吧你？不是，因为他那个我们那个门，我们就叫他不要玩门，就他要把门锁起来。所以我就去拿钥匙，拿钥匙开门的时候，他的头就刚好在门那边就撞到。可是你刚刚不是吸哥哥吗？为什么变妹妹受伤？啊？哦，他们两个一起玩啊。哦。他们很爱玩这个吸尘器的游戏，有点类似吸尘器员外游戏这样。哦。你跟小孩玩什么员外游戏啊？就是追他们嘛。我追你跑那种概念，孩子都这样啊！你看受伤之后，男孩还是要玩，他是不是下次吸浩宇姐啊？我是也蛮，应该吸我才对啊！那你衣服整个这样，对啊，你先被吸，每次都是我吸，也换你吸，好了，吸地，吸地。